这苍蝇嘛，等一会儿，我你看它窜到辣椒，它窜到辣椒，要几个卖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三百几？来三百，来这四百，来钱。你一包就几啊？我。你讲有啥物鱼啊？无刺的，再来看嘞。三、四，这个灰青吗？八百钱。灰青几多块？六百、三百。我来买只这个，这个沙茶炒的好不好？来先的，三。我给你先收，等下呗。几个先收，等下呗，王。来看咩衫？我看啥物哦？这蒙起来蒙蒙咩哦？我要食鱼食包。烂糕啊！对对，这条好玩嘞，这条好玩。哦，你比起哦，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知。肚皮也是很好啦，春天嗰啲，嘛，北港哦，哦，我想北港有啥物店？哦，大家好，北港啊，我们这礼拜五原本是湖美夜市，然后因为现在那个湖美夜市，因为他们场地的问题没有办法营业，所以我们将会移回星期五的弥陀夜市。这我会挪啊。然后我们会就是。这一个礼拜就是这一个礼拜哦，本周五就会在那边，所以就是如果想要买白虾的客人啊，就不要跑错地方哦。湖美夜市现在是无法营业的状态，那我们会继续，就是我们会回到弥陀夜市帮大家服务哦，不要跑错边哦。不确定，但是晚一点一定是还有得开啦。大帅哥，你是说白虾吗？那就是可能你现在过来也可以啊。金泰哥，下午好。老板。喵。那就是我们就再宣布一次，那个因为我们原本礼拜五是在湖美夜市，那因为他们场地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之后就是因为他们场地没有办法营业，所以我们之后会回到弥陀夜市继续帮大家服务。那我们这一个礼拜五就会移回去弥陀夜市哦，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白虾啊，就不要扑空哦，我们会在弥陀夜市。你今晚要去啊吗？好，你今晚来边？你白去？够宝宝的。冇见啦，冇见啦，刚好都调整。你迄卖事，这些我调整，之前这些我调整。哎，快去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来查你。好，来好。来好。来，你个人要提一来啊？把你做监督，呀，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遇到完了。我拄下起啊。有啊，我拄下叫你摸。你要洗碗啊？你过要洗碗。我拄下买起啊。我知，俺过过啊，过要洗碗洗过啊。我记得看了那双。六只三百。哦，一份嘛。对，三百，对的，来。这怎么补？
那不是无啦，那轻松上来，那是自动消化，我无你钱就好呀。系啊，该该大拢同我样。等下先，坐咧是无嘅，叫解无嘅。伊个三百块收啊，我还有收啊。我恁那话说可有无？话说你拢过啊？来，对哦，伊个收啊对啊，可以啊，拢可以。我两位在做雪天使无？伊这退兵了当去啊吼。是吧？来雪天使要吃两包嘞。啊，这平时嘞，我只要芒果，你只要草莓，你。三两块。啊，这小你吃两三块，用不了了，那你吃三块了，两包嘞，哎，两包。二二。哎，我没带手机啊。二二嘛。你要帮我拿，好好，你去拿。我把这个给你了。哎，一盒一百，很好吃。一盒几颗？十颗。十颗。芒果跟草莓都有。两盒芒果，来，我上包。来，不是有包给。两盒芒果，这个这边得让钱。哦，这个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来，刚才我去，你那个台下去收掉，那个蛤蟆给送过来，看一块冰啊，那个梅龙的板条这里夹到。雪天使够人来不？草莓。啊，草莓。草莓一个，一包。后来你莫，你个七千，拍来上来得，来。好，来这张你也过去。对啊，你讲我对吧？你先去到等下，你无用在里啊，对吧？好啦，你讲我呀。来，阿哥来看遐啥讲啊？我把我家做买家。我做就去我做，哎，你伫个那个活动会安尼，一人就是五万吧。一了钱啊，你看我希望全部人去拢来当买票安尼啦，好无？这是我感觉是安尼，好。哪一个？哪个产品当剪彩啊？小红包哥哥，来，来增加点啊！负责了，这就小红三包做生意，那多少了？大包了，来，两包，两包就小红三包了，大包。贵过伊的，哎，几千块十块了，大哥你家抓过了，大包做要吃小红三包不？收着。有吗？有。大包收起。你不要装。对啊，啊这里要五包的，五包恁无听，我希望你买五包，我直播你讲听。你若买五包，我做个十个，这红卡啊，这做配烟啊，真的啊，我做够你啊。你买五包啊，这拢够你啊，超欢喜啊，今仔要大大降价啊，五百块了。好钱啊！我继续收你的吼，真正，啊再加一袋去。啊，他要吃啥个我讲。蚵仔来，蚵仔起来，我讲，蚵仔春节拢卖掉哦。你啊，你吃三包两包了，你吃刚就不够吃，三包两包。这边买过一只哟。你多啊？哎，这个我两包了。大还少啊？四十包，四十包了。啊？这回去啊？哦，哎哎哎，阿爸啊，七十。八百斤到底。嘉欣，这里小姐话这不好，来，来过来过来，上面。沙茶牛柳。沙茶。沙茶。沙茶无了。沙茶买羊肉呢。羊肉我来帮你叫。羊肉好。然后。嘉欣那边啥人跟我讲话？这个上面哪个？来。白的，白的，白的，我还没讲过啊，什么名字啊？我走。哎。一个什么？沙茶羊肉。哦 ，OK。啊，哎，我让我处理，你找什么什么要做生意，我让我利用。啊对，来，你那个什么呀？上面吃羊吧。来这边吧。沙发嘞。来一杯费吧。来。这有用啊！你退下来，你该抢啊！你用啊！你个八百啊！哎，八包。来，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三包了。这三台有那么多钱？来，八包的了啊！来，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，来六包，来七包，七包，来八包，来八百块，这个。过来要吃沙茶、炒羊肉不？
拢有啊，300块而已哦，很好吃哦。你那个什么薯条啦，对，还是那个薯条。但你这个总共你要吃500嘞？30块那要吗？你这个鱿鱼还好？对，贵州冒险，但鱿鱼会冒险。来，那个30块，那我进来。那，那那我就走。那直接造成3包，4包。我包，哎，你要机要去处理一下高天井啊。三包。你搞咩啊？搞咩啊？只要什么？你搞咩啊？叫你搞咩啊？够了，我314包。啊。阿姐叫我跪姐啊。来，跪姐啊。谢谢。上面吃三，那个鱿鱼块。那你鱿鱼去盘了往下。免3包，一样往旁边捞，2包上面啊，鱿鱼。来，2包姐。钱了没啊？那我的。来呀。走。赶快来弄回来。弄回来。那我赶到了。好了，今日做药就上我来。啊，这边我叫鱼花2包。2包，这我叫鱼花。我要啊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那我一个点一样啊。过来，过来。好好好。做药不要来。做药要蛋。够不够啊？2包。我得啊。够不够？有伊哩去啊。伊来熟者，伊来退者，我还得凑钱啊。我来退，我得凑钱几包。2包够一个阿无？200阿未要吃吗？那是也走了。我现在够了。你那我们不要走。你招呼用脚怎样？怎样卖？你要开西餐，你要用招呼呀？对啊。今天啊，这第一岁了，先生帮我去接了手机，给了我。到底有没有人叫？怎样不？过来，我们来啥？